受到中央下微微经费的补助，高雄市政府分三面一号公园重新改造做喷发公园。今天举行的开工典礼，除了融合客家喷发的意象，被安山一屯本身大风磨来的蔬菜烤核，空态来种客家故乡也着植物，而打造个有客家特色的清冷独飞公园。第一枪，祝高雄市盘花公园开工动土典礼开工平安顺利。高雄市盘花公园动土典礼完成，未来也将每个采用大微幅环境绿化理念，感受人由水来铺面，广泛种植客家故乡同各色的植栽，人气大厦路沙子与铺满，用来协议水林伐木。进一步降低碳排放，近邻减碳，所以让俺们都设置雨铺满，都讲可以淋巴啊、淋水啊，啊，莫身边的爱好都养分个各位水质。高雄盘花工人得到中央合肥八千两万元的经费支持，将爱好水岸生活同高雄新客家文化人气连接强化。本都会期的民众体验绿地客家庄，以喷发金峰森林的生活态度。市民就可以透过安尼来认识客家文化，故所以唔系行业的人可以提生活地度哈，就接近客家，也系改好的一个方式。原因高雄市喷发工人地标有一撮万英公尺，高雄市客委会希望下摆工人地标的客家故乡花开的时节，民众也做着应采将花摘下来。以喷发的概念，警方反映讲，客家新闻陈文玲高雄报道。